为什么？哎！啊！你在说什么？听到电子音哎！开心。哦，好残暴！我们现在好残暴哦。看到有人在救救哎、欸！哎，我已经跑过来了，啊、说那不用管了啦，那个不要。来！不要了，我在跑，不是啊，目标我说任务点。哎，康康，在干嘛？哦，这里有一个那个医疗车。哎，我是不是听到什么声音？没有，还有一段距离，他还在走。来着，开了，看了，医疗包，快！在哪？啊，里面呢？进里面这一间就到了。OK， 怎么暗影之王的？Fountain of crying blood. Oh, that's what that is. This looks pretty comfortable. 喷血的喷泉是这个。看有人摔成泥啊！ Guess that's what that is. People speaking tongues. The hotel would have been full of foreigners. Maybe that's it. 哎，然后他说什么？我们哦，进入酒店，这里，快逼过来！王之影，血泉的方向，然后再来是什么酒的数字哦？酒楼吗 ？Well, he's either clairvoyant or I'm being set up. It's the deceitful. 也太多点了吧？里面，重点是里面。里面应该是一堆解锁器而已吧？怎么？这里都是解锁器啊！打不开，可是一堆就好想啊！这不是不是要往楼上走？我拿到钥匙了啦，开了，快！一堆就好想啊！开的、啊，一堆房门卡、欸，看，哈哈！所以我们要上去一间间看哦。哎、欸，为什么我有两把咖喱棒？你是不是复制啊？干，没有啊，还是我刚刚不啊，我刚刚的闪电模组不小心又多做一把啦，妈个逼啊！雷，超浪费。好啦，一间一间寻啦。慢慢走啊，等等的、啊。上楼还下楼？好，先上吧。武士刀好帅哦，那个刀柄近距离看真的好帅哦。然后左边还右边？刷，一定是哎、欸！哎、欸，你们，我刷了啦。这是人力银行，杀他！人力银行。哦。哦。喵。喵。喵咪。这还有个可以开啊，撞不开。这开一半是怎样？开一半是怎样？打不开吧？单纯打不开。干不行。我想说，我破口会怎样？哎、欸，这里有一个人，是厕所。哔哔哔。哎、欸。哦，厕所也打不开你。还开？没有、啊。我说头，有人在上厕所哎、欸。有吗？有人在上厕所吗？是他的头哎、欸，他的头掉地上哎、欸。这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掉地上啊？我看到紫紫的，橘橘的，他这也没有头哎、欸。走到九号房间就好了。哦，备忘录 ，OK。啦啦啦啦啦啦啦。105。有人在无？好亮哦。越来越像死亡之岛了，蛮完整的。他脸发光了，看不到他脸。这段会不会是死岛的剧情？有点像，哎，开了。哎，这里有备忘录哎。哎呀，对对，在隔壁房。哦，这也是挺完整的、啊。这边饿死的吗？真好是线。
我最喜欢极限了。床上有妹妹啊？哦，干你那边妹妹那边敲门，按错没？我每次都刷卡的时候就看到门把在动。电梯可以按嘞、欸，这有电梯。坐电梯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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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都是我在开哦哦开？哎、欸、哎、欸，砍了再说。要走这个吗？他上来了。他又要爬这个。也才一层楼。到了。这是五号。哎、欸，他不是解锁了？哦，干！你开太早。我操！他刚是不是想拿东西焊我们？给他一个飞踢。这里的僵尸怎么感觉很笨啊？好蠢！哎、欸，这看起来洪水哦。Deceitful nine, of course. 先开别的，先开别的，先开别的，先开别的。等一下，我没有开门啊。Deceitful nine, of course. Deceitful nine, of course.哎、欸，这个普普风的是不是内裤啊？哎、欸，你按 Q， 看到里面会有夜魔哎、欸。对、欸，真的、欸。等一下，我拿紫外线灯照他。等可是这很亮啊，这很亮哎、欸。借过，我数三。等一下，门没开啊，门没开啊。你为什么隔着烧啊？爽，烧掉了。这假的。你就不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吗？啊，就夜魔、啊。他死了。他是夜王之影呢、欸。他就烧完就黑的呗。王之影呢？他没有死啊。找他。哎、欸，不一样哎、欸，他长得不一样哎、欸。我靠！紫外线都没有，紫外线都没有。你妈！跌倒！抽我、啊！你妈！找死！找死！哦，里面有个。找死！找死！急救包！找死！好亮哦！他怎么可以在这里？赈灾物资。开一开，哦，里面有枪哎、欸。This was Rice's room. 莱斯的房间。Must have set up shop here when the epidemic first began. 被拿走了。拿走。这就是莱斯的家。你刚敢冲我，你刚敢追我，你刚敢追我，你在追吗？你在追、啊。你敢追我？你敢追我？有没有那么震撼？你敢追我？追嘞下去，你可以离开啊！我只是去三楼看看有没有。哦，哦，三楼还是可以去耶、欸。啊，三楼是没有，三楼没东西，关得死死的。地楼下，还有地下室看。啊啊！刚刚，看这边是刚刚。我没有鞭尸，我只是踹尸。欸、地下好像有东西耶、欸、去看看，只是不知道怎么进去啊，进不去，这不电梯啊，利用电梯，可是电梯没办法往下啊，对齁、哦、某一个地板会崩塌，你猜。没东西，哎呦，我捡到莱斯的枪哎、欸！莱斯劳斯的枪，断头骨。哦哦哦，火力三七五，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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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这么猛啊！干，快点快点快点复制哦！不会复制啊！快点复制哦！丢了，不要。我要看任务了。我会，不然你枪借我看一下，我会。枪不能丢。我要我要我要借枪，我要借枪。他就三七五小枪而已啊。啊、没有，我们会复制你。你可以丢给我们，我们试试看。你不是希望散弹你？没有，我们只是喜欢攻击力高的。你没有散弹啊，散弹比那高哎、欸。没有散弹才几百而已。我没有散弹、啊。是，我都用小枪。啊是吧？去解钓鱼哦。我看看。哎、欸，这钓鱼解了一整个晚上，一直没有过去。欸啊、我这边的散弹枪火力是1576，怎么可能这么高？也太高了吧！火力呢？看火力那里。好啦，我也是啊。
好啊，你在那边。妈的，我拿着130的步枪。好啊，好一致。啊，九零五就卖掉了。你们有没有在往目的地前进啊？有啊，我在跑啊。四一的指导诶，鲁伯特，是算还是不要？哎、欸，我在旁边呢。啊，隔壁间呢、啊？防在我脚下。枪不能复制单手配，你看，在那边想骗我的刀，想骗我的枪。僵尸会认人的好命。到了。哎、欸，哦，在隔壁，我想说奇怪。哎、欸，好多箱子哦，他这里。我靠，你怎么？哦，这里。超多箱嘞！来开，搞开，快开，快开，快开！哦哦，橘色的警用步枪哎、欸。哎、欸，我也拿到一把哎、欸。拿！不要步枪，不喜欢步枪。就我在楼上看到我的玩具。哎、欸，他把帽子脱下来。这没有，没有比较强。在哪里？哎、欸，我有莱斯的枪哎、欸。干，为什么你有？我说那把就是莱斯的枪啊。所以是每个人都有。哎、欸，我也有哎、欸。在哪？而且橘色枪在这里，在这里，威力一样哎、欸。没对对对，你要跳过来，你有没有看到有一道墙？你要爬过来。哦，更。飞，飞。哎，话说这里面是安全区啊，那僵尸进来怎么办？哦，这进不来吧？你看看、啊，你看，你看看。啊，僵尸嘞！拿个射爆就有了。光。没有僵尸。哎，结果。哎，我看到了，我看到，我知道你要打什么。啊，这时候要僵尸不来。哎、欸，这有赈灾车。叫成这样，就没有人要来。哦，医疗包。收银台。Oh. 我还以为妹妹在解锁，结果她看天花板在干嘛？我才刚解了呀。哎呦，僵尸，赶紧过去！哇，这把也太猛了！打我啊！关门。僵尸嘞！只是在那边哀哀叫，然后都没有东西进来啊！不要乱开！过来，这里有肉，这边给你啦。是不是有东西来？哎呀，那边有，也太久了，他卡住了，他撞到头了，他撞到头了，他又过不来了，他出不来，他过不来。哎，又来，来来来，上面有，红色。哦，来，进来，姐姐，进来，不进来吗？有进来了，进来了。哦，来了，来啊！哎、欸，这里进来了、没有，第二层才是，这一层才是。哎、欸，不，他进不来。哎，我捡到。我可以把他抓进去吗？进去！哈哈哈哈，我把他推进来。哎、欸，等一下，看到能不能打？哎、欸，为什么可以打？你看到能不能打？我就看到一，然后就按到了。哎、欸，进去！对，让他起来，让他起来。没用到躲。不会，这种事。他不能动啊，他不能动。哎、欸，我们抓到一只了，我们抓到一只僵尸。他先往外跑。哎、欸，我们成功捕获一只僵尸了。就是这样捕获。
你想出来？我好想，我好想往他背上开一枪。可以推他、欸，感觉就很刺激。你往前冲就推他，还被推倒了、欸。看好可怜哦，干嘛没有想干嘛？啊？想出来，这里就是你的家。哎、欸欸，那个谁啊？这里就是你的家。哪边？那边看。我看看。药品那边。哦，走路多次，走路多次。哎、欸，小偷丢进去，快！一直重分，一直重分。我把这只推进去了。你把这都装进来，都装。哎、欸、哎、欸，装起来，装起来，装起来。再开。等下你们要先卡他，你们要去卡他。啊，还一只，还一只，还一只。哦。还一直重分。哎、欸，来来来来，把它装进来，装进来，快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哎、欸，它挂掉了，为什么？哎、欸，这是挂掉了啦！被你们撞坏了啦！拉进来的时候撞到头是不是啊？这只第二只，它挂掉了。哦哦哦哦！还有一只，它还活着，我们还有一只，还有一只来了。为什么？又一只来了。哎、欸，又一只来了。那把劳斯莱斯枪，它是三连射哎、欸，它不会死，点放三连射哎、欸，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在欺负这些僵尸啊？哎、欸，在啊，他在这不出来、欸，冲啊，冲啊！好可怜的僵尸啊！一直踩他，一直踩他。我能不能抓他？不行哎、欸。没有了。回去。好可怜，被你们弄成这样。鲁伯特，哎、欸，那只死了、欸，那只被撞死哎、欸。哦，爬起来。他活着，他活着、啊。好可怜，没有未使用的技能点，怎么没有大只的、啊？哎、欸，把他挤到鲁伯特旁边，然后跟鲁伯特讲话，快点！好，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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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ade it. 哎，个特写，特写。妈配音，妈配音，快配配个 BG 啊！对，要被挤出去，对，要被挤出去，他出去，哎，先关门，关门，关门。不，回来！他走掉了。他毫不犹豫的一直冲哎、欸，他不理我们嘞、欸。他真的不，他吓死了，欸、他吓跑了。哎、欸，我拿到天使剑哎、欸欸！他吓跑了，他现在连我们都不想打了、欸。哎、欸，他现在连我们都不想打了、啊。超级吓跑了。我现在看起来你拿剑嘟他、欸。你不要走嘛，还没玩完啊。你们不要在那边欺负我，霸凌，你们超霸凌的。他在干飞走，干死了。我掉了，哦，玩具没了啦。你们有没有跟鲁伯特拿那个天使剑啊？有啊，玩具没了。天使剑，他也是魔主而已耶，电跟燃烧好像很强。NPC 超强都炸不死。玩具没了。看一下任务。这边还有玩具吗？死亡追逐。那是跑酷的，无腿蜘蛛吧？这个任务也放很久了。有玩具吗？啊、这边有玩具哎、欸，可是好远。在下面哦。来，小王，来。走喽。据点。哦，这个太好了！棒！我看可以掉下去。旁边是中塔哎、欸。哎、欸、呀，旁边 有可以救的。这中塔有没有东西啊？幸存者。
我要回中塔，中塔我回来了。你回中塔干嘛？因为中塔才有那个滑索。幸存者死亡。对面还有一个可以救的，他们哦，那个对不对？他们越来越干架哎，干这超多人的。你们那边的线是，我看看这条。啊！One buckle。啊！Good thing that fucker can't get here。干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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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三个人都救下来了。哎，那一条不能按。哦，可以。这次成功救到三个人哎，他还在那边看尸体啊。You showed them. Take it. 他都在播他什么？他在捡尸吧。哟吼！哦，大锤！哦，阿拉伯人！哦，放！怎么这阿拉伯人突然冲过来？好哦。那边有一个喇叭了。干！我被你的车炸死了。我先去救人。就只有撑住点。就只有就没有炸死过了。哦，而且你的车炸是直接死哎、欸。是啊。可是我消耗。是啊。所以我刚刚就嘿。太恶劣了。就救到人了。Thank you, my friend. Thank you, my friend. Thank you, my friend. Thank you, holy man, Marty. 二人军刀，哇，看起来好像很帅。哎、欸，我好像到了。啊，还没。就在下面。在哪里？据点啊，我只是路过一间，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好吧，走错边了。嗯？那什么？哦呦呦，我差点跌下去，我快到了。红红，就有个皇冠。皇冠？哦，奖励。哦，就是刚刚救的人啊，我到了，我过头了，上不去，这怎么上不去？我也上不去，没约死啊！救救！哎哎！快补！哎，他们其实在打僵尸哎！我到了！不要！啊！我又掉到世界外了！我回来了，好险！刚好有 B 哦 ，B 可以救世界外耶！好险有 B， 真是好险有 B！ 我、啊、快死了，三脚架！就我跟你讲，我刚刚滑鼠不小心滑到媚月，身上出现治愈两个字，他还没补血，我们还有赚500的机会。你要拼手速了！Can you help me out? I need you to finish this run for me. Look, I'll get you to a shop. 没差，我只是一直没有换到火药瓶。You don't have any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his, I guarantee you. 没有，要跟观众说。哦，真的吗？我刚刚用易燃物丢那个大字啊，好一直切不到火药瓶，所以丢了三瓶易燃物。The rest is on you. When you've got it all, take it to David. He'll tell you everything. You'll find him at the Royal Canal. Tell him Spider sent you.What about you? I've got a safe house nearby. I'll be fine. I will、Just、be fine. Just help David. That's all that matters. 什么背包？至于。五百。小蜘蛛的背包。有备忘录。哦。所以他是被莱斯打伤了。要去拿水烟呢。好，三个点。
foot. Bozak challenges you to test your stamina and agility. Run, climb, and swim. Only the toughest need apply. I guess that. Hey, have you boss is boss? Hey, 有空投 哎。空投。投。我靠！这么远。哦，有东西在吐我啊！我靠！哦，要死要死要死！哦，差点死。妈，什么什么东西哥在吐啊！我先把他干掉。哦，吐死我了！干，我把他干掉了，我把他干掉了。啊，这有雕像。有、哦。啊，那边还有一只兔的啦，空投开了。哦，什么东西？一个赈灾包。音乐怎么变这样？妹妹已经到了。嗯。哇，这台你看这台计程车撞爆一只。所以我们要点什么？水淹部分。这个好烦哦！哦，这边见到，可是他局点还在。有三个部分啊，我们在救人。不是啊，他不是有三个局点啊？可是我这一间捡完，这个区域的橘色部分还在。就还有吧。哦，我知道了。可是圆圈就有三个。然后我在一间就捡了两个，所以有一间是假的吗？哦，警察，慢一点啦、啊！没有什么东西啊！哎呀，不要打我了！那边又有人啊！看我们还在打僵尸，还在捡完的。Get away from me！ 这什么 ？Die you undead freak！ 这什么？那什么？你在那边捡完的？谁在那边捡完的？不是。你是看到什么？一个小孩吗？就房间里面一个小孩，然后。突然听到他在笑，然后就好像很刺激耶！我要听，我要听，我要听。他原本在笑，然后突然变成在哭，然后就超音波，然后就捂住你的耳朵那样子。我要听，我要听，我要听。然后就你的视线就是一层一层这样碎破。新怪啊！可是我那间是全部都没有的啊，就是我都看完了、啊，不是这里，这里哪里？这间楼下，这间楼下，这里在哪里啊？这间里面，里面进去，我不要进去，我不要，我听到快哭了，我不要，你们进去看他。哦哦哦哦，那什么？这种小东西就交给莱斯吧。爆掉了。就那怪哦。那是怪啊。啊？那为什么黑不讲话了？啊，我忘了开麦啊。
看他好恶哦、喔，这怪哦、喔。对啊，但好恐怖哦、喔。我刚才一阵惨叫哎、欸。那边，开麦了。靠近按 F 可以让他变安静。多近那样子，谁要靠近他？他太恶了啦。难得有我刚刚瞬间以为我在玩恐怖游戏，看，这已经越来越像了。那个小孩已经变成本作最恶心的怪物之一了。其实我没有很仔细看到他脸，我还把他脸打爆。等一下再遇到你，给他看一下，他会睡不着的那种，超惊悚。你知道，我就只是在这边这样晃进来，所以我们是关着，然后这样晃进来看了一下，没东西。然后这边捡到水烟，这里，然后捡完之后就突然听到 有小孩在笑，God. 然后就什么东西，然后再稍微往进去那个珠帘里看，然后就听到超音波这样，他的造型太恶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风头，哎、欸。伪装可以不被发现啊！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以为会认识，会遇到怪，所以之后就会再出现这种怪。不要！我不要！我不想玩了。哦，那有空投。我在上面呢、啊，我以为在下面呢、欸，我一直在下面晃。那我就去找大卫吧。走吧。太可怕了。晚安，晚安。怪越来越恐怖了。这跟我不是怪吧？哎、欸，尖叫那个好像会引来一堆僵尸哎、欸，一定会啊，就像爆炸啊！按错了，那才不是怪，那是小女孩。哦，